就是那一个，现在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就是那个那个远远的，那个是靶场。哦，远远的那个。但是那不是在现在的命案现场。那时候的记者就在这一个地方这样拍进去的。哦，所以那他出门就在这里出，对不对？这个从这边出来，好，就是这个。好来，那我们就现在我们就从这里就开始算哈。路口出来。好，现在有这个路口。哎，只有这个路口出口。所以那个记者他们说很奇怪，他们就堵在这边，车子都没有出来，怎么会说那时间？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算时间了，用救护车的声音。那个救护车的那个速度啦，速度，对。这种产业道路，救护车在很快也是有限。对啦，那我们就给他开得很快，就是。沿着堤防这样出去，就绿色隧道。你想想看，车上有一个人，他说的病危了，重伤了。他一定是开到飞快啊，容易容易，一定开到飞快啊。他们那个思维没开很快的，因为他已经换气了。那是假戏真做一下吧。他们的那个情况是这样。
从这边车就比较水的啦，刘姐。嗯。这消防队。哦。对，从这个消防队。这有只鱼很钓。嗯。伊只鱼啊很钓是15分钟，8分钟啊。